转行计划。因为最近的疫情呢，有点微微的失业，所以想说呢，要来学一下新技能，说不定可以就是看打一些工之类的。今天呢，来到了我朋友的咖啡厅，基隆的黑沃意义店。然后因为大家知道，就是我很热爱手冲咖啡，今天要来特别学一下拉花，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学过拉花。然后刚好加上七夕快到了，今天学完拉花以后呢，说不定就会遇到一个我的理想型，然后把我的手做的拉花给他喝。好的，来欢迎我的同学，我是老板Nick。嗨，今天是我的老师。对，我是雨农的大学同学。对，那我是 Nick，AKA 基隆王力宏。AKA 基隆最帅，他自己说的，他自己说 AKA 基隆王力宏，行为不像王力宏，长得像嘛，长得像像。好，你叫越我越黑。但我最近真的蛮黑。今天来学拉花，学拉花对于初学者的难易程度，你觉得我可以接受吗？嗯，就看天分。真的、哦，很天分。我大概如果说我天分比较不好，大概用到几瓶牛奶？三瓶左右应该要学会，12杯左右。十二杯左右可以学完。先请老师来为我们示范一下拉花。这完全是正常的吗，宝贝？拉花的话，一定要准备几个东西。首先你要有杯子。那钢杯的话。其实有分很多种，这是比较适合初学者。拉花的话，第一个阶段我们叫发泡，第二阶段叫打鼻。那带着温度计可以帮助你，就是在两个阶段去做的时候，可以更好的、更科学的方式，也比较不会失误。蒸汽管里面都有一些冷凝水，所以要使用之前一定要先把它给放掉。咖啡师喜欢拉花的奶泡的质地，就是像大概是这样子。这样可以稍微摇晃一下，会有那个有点像镜面的光亮。先做一个动作叫做融合，融合的用意是说把牛奶跟你的咖啡做一个融合。好，那爱心很简单，我们这边融合完先停顿一下，大概在这个落点，慢慢的往下推，拉高。欸、看起来很难耶、欸。就可以做出一颗很漂亮的爱心了。我现在看完教学了。我觉得我可能有点太早，还没有睡醒，现在有一种有听没有懂感觉，感觉老师上课在讲，然后我就一直听进去，但是我听不懂在说什么。我今天把你这些很专业的部分都剪掉，你会后悔。3点钟方向，这样开哦，可以。好，能这样，对对对对，哎，好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，就是这个声音。好，再稍微给它一点点空气。对对对对对。有 feel 有 feel， 给你一点空气啊！啊，往下一40度，40度，打棉打棉，打棉，维持60度。来吧来吧，关起来了关起来，快快快，我看到我看62度了。融合，对，开始到你绕圈吗？我不用绕圈。好，慢慢的把你的杯子拉高。啊，怎么一直已经有奶了？对啊，因为你没有做到融合的动作。我们先学到，我们先学手感就好。融合，一进去要拉高。慢慢的，不要断，不要断啊啊！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拉花一只小蝌蚪。哎，这个概念有出来哦，但就是动作。我今天的图案都很可爱。动作有点太。我觉得你快成功了，对，你应该快成功了，剩拉花图形的部分，对，好像有点概念，做到头发都乱了，真小黄队哦，不会，失败就是早点进入第二阶段的，等到30度我们就上升，试试看吧，要来了，要动作要快，等一下，还有一个动作要快，动作不快会分层，等一下，先忘记了，先融合，对，杯子再拿斜一点。慢慢的再往上，杯子再往上提哦，这次有融合成功一半哦。好，停，杯子靠上去，再往前一点，杯子再往前。好，我们要去把它倒出来，杯子翻，好，拉高、哦。没有拉高，你就往前跑了，所以又变蝌蚪了。什么意思？成功完成一颗寿桃了。寿桃，今天从蝌蚪 对是寿桃。没错。祝你长命百岁，喝了咖啡活到78岁。我觉得有爱心的感觉啊，有吗？有。这种咖啡，你们觉得七夕拿去告白是男生会想说这是蝌蚪吗？最后一次机会，最后2次机会啊。这桶今天都是为你准备的，那有3杯。这一桶，哎、欸，我还没真的用到真正的鲜奶。好，靠近你的杯子哦，可以做图了。好，倒出来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感觉好像要把没有太稀了，东西倒出来的感觉太稀了，最后一次了，
最后一杯了，来哦。不会，忘记三点钟了。没事，有时候不见得一定要那个味道。应该会稍微偏薄，可以关掉。啊，又偏薄哦，哇嘞！一定是偏薄的。先暂停哦，靠进去，弄。等等哦，等等，再忍耐，再忍耐一下，再忍耐一下，拉高，收尾，啊、对，有哎、欸，但是很不美，图还是太上面了。来喽，筋骨中间融合，融合，暂停，倒过来，再过去一点，再过去一点。用力倒，用力倒，用力倒，把你的牛奶倒出来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拉高喽。杯子再翻正一点。这什么啦？变鼠尾草了。变白荷花了啦。哦哟，很难爱心。先把它放着吧。我好像一开始不够大力，所以它奶泡出来太少，就不够大颗。没错。我懂那个，懂意思。变尖尖的。好，没关系，但我们没有时间，我觉得还可以啦。但上次我今天可以算是学会了。最后一步就是呢，我们要找一位男客人，因为七夕快到了，所以呢，我要把我这一杯，百合花、小玫瑰花呢，给他试喝看看，究竟成不成功呢？哎呀，先生你好，这是我今天初学的拉花，它虽然不是成功的爱心，但它是一朵很美丽的花朵。那你可以帮我看得出来，你觉得像什么花？郁金香，有有有，那你可以帮我试喝看看它合不合格吗？好。可以吗？好喝的，然后图案算是漂亮吧。漂亮的，看得出来。那你帮我打个分数，觉得我今天这样第一次学拉花有几分成功？第一次的话90分。90分，真的假的？90分很高哎。第一次的话，谢谢你。谢谢你，谢谢。耶，我有90分成功。今天学完拉花了，虽然最后没有一个很成功的爱心，但是呢，就是有一些 freestyle 的图案，时间真的很短。我们今天就是2个小时内要加拍摄就把它学完了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也算是可以啦。转行有成功吗？大家如果还想要看我挑战什么的话呢，在下面留言，然后之后呢就会有一系列的转行企划。